好，我是大一的新生。然后我是举重专业。啊！哇，举重专业。哇！我们俩之前是同学，大学同班同学。哦，真的？嗯，北京现代音乐学院。啊，你们说的是真的？真同学？真的同学？三个月同学。他就走了。我就走了，我就去国外了。同学的时候熟吗？同学时候挺熟的，后来就不熟了。后来就不熟了。后来就没有什么太多联系了。之前我有推荐他来我们公司，然后结果他的手机号码换掉了，然后没有联系上他，然后我就没去。有一起上过课吗？有上过课，上过课。哦，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学生呢？他以前特别乖。我特别乖啊。他以前是我们学校的那种尖子生，对，尖子生，天天在舞房里练舞，然后光头。光头，光。因为想专心的去学 breaking， 地板会有很多那种缝隙，头发长的话容易断掉很疼的，影响。哦，天哪！你看，为了学习把头发都剃了，勤学苦练。大家好，我是毛晓彤，我是清华大学医学院的新生。哦，医学院，这真的有研究？是因为我之前一部戏，然后实习。终于有个正经专业了，我是临床医学心外科，心外科啊啊啊啊！医生，他生病了。医生，关心一下，他是哪里生病了？他可能要去精神科，我这个看不了。哎呦，我的心疼啊，心疼啊，心疼啊！好冷，我鸡皮疙瘩。接下来来的是我们女子组的两位精英，分别是阿萨和仙宁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不要1.5。好。等会是321吗？绝对是321。好。Three。是应该说中文比较好一点。对对对，行啊，可以走了哈。等会儿，说普通话会好一点。啊，普通话。3、2、1。哦，好，我，我一看到，哇，这我们的马达又开启了，哇，没事，继续出发，看谁先到达我们的终点。哇塞，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过来了，有一个黄色的影子直冲终点，就是我们的刘仙宁。我好累啊！而且我们的阿萨以为他撞到了一堵墙 ，no， 你撞到的是他的大腿。好累了。好的，恭喜仙宁获胜啊！刚刚那个仙宁和明浩的成绩都是13秒开头。哇。明浩这里是13.85，仙宁是13.36，还是你们同学之间厉害哈？你们别在我们清华大学学了，还是回去学吧。你几几年？88年。我是96年。哦，你多高？163。那你也记我163吧。嗯。你是哪的人啊？我是广东人。我是天津人。你最近刚拍完的什么戏是什么？叫，我的妈妈是校花。我的妈妈是校花。嗯，我拍完叫《余生有涯》。余生有涯，对，我们俩像相亲，有没有？然后自我介绍相亲，然后我喜欢紫色。哦，我也喜欢紫色。你是 O 型血？我也是。啊，杀青后最喜欢做的事儿，美甲。哦，哎，我也是。我没有。我天哪！蝴蝶，哎，一样的。天哪，我们是同款指甲，都一模一样。绝了，这默契就有了啊。是。他会不会烤花呀？在昆明，喜欢什么花？你喜欢什么？绣球。嗯。我喜欢玫瑰。啊，玫瑰。绣球。你养宠物吗？哦，我有猫。哎，我也有猫。我有两只猫。那一样，一个蓝白，一个纯白。我都是那布偶。哦，我是那个矮脚猫。然后我还有一只狗柯基。他要可能问你第一个角色的名字。第一个名字，对，叫柳儿。柳儿。嗯，柳树的柳。
柳儿叫小恩，小恩，那个恩，恩恩爱的恩。哦，啊，最怕的东西。哎呦，那我怕好多呀、啊，什么蛇呀、啊，什么那种、我也怕蛇，蜘蛛啊，就那种多角的都怕。那我们就是解蛇。都不知道聊啥了，一下被他们给整懵了，太刁钻了。嗯，我觉得最后一次他们应该会让给。完了，我听到喊夜了。你答对了，那我们也走过去先排上嘛，相亲结束。来了。天哪，都对了，就剩咱俩了。有没有最塑料姐妹花奖给那个最后一个评一下？我们有这个时间等他们，让他们继续答。哎呦，来，你们要不要再试一下？可以了，我们可以了，我们知道了。但我们其实已经输了。来，西宁刚刚拍过的电视剧是？我们俩第一轮就聊了这个话题，非常的自信。为什么不第一局问啊？二一，请展示。哇，答对了。我们俩第一轮就聊了一首老干妈，为什么第一句不问？你最近刚拍完的什么戏是什么？叫《我的妈妈是校花》。这剧名倒挺好看的，这个。这剧名我爱看啊。你爱看啊？还没播呢，你爱看、啊？哎，咱俩在这儿叠应该可以吧？我现在叠的是个卫衣，我是那个衬衣，我叠完第一件了。你可以摸摸我这个大小，你能摸到吗？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在这儿，你摸这个大小。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。衬衫都是领子朝上那种那个方向啊、哦，就是袖子在两边。但是卫衣可以叠四折，其他的就叠到这儿就行了。然后你竖着翻过来，你就摸这个边大小。哦，哎，好像大小不太一样哎。你的比我小哎。完了，哎呀，我给你的时候我把我这件搞乱了。完了完了。那个叠衣服，这个确实好像大小不完全一样。试一下。先左脚啊，先左脚。朝气蓬勃。朝气蓬勃，我得理解一下这个意思。对，我就你那个屁股放家里。你不是模特班的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理解一下字面意思，朝气蓬勃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我怎么都不齐？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抬。Yeah! 他看不了一点，卸妆了一会儿，他这不停使唤。来，大家看这儿，你快拍你的吧，别耍帅了。你在拍吗？不是，他们在等光。啊，可惜亨瑞不在。亨瑞在这儿的话，他这样跑，跑上镜头，一个鼻孔拉出来，就演出。要！气球的转场的被我删了，胶质没了，结束了。辛苦各位，我们这个毕业纪念册已经拍摄完毕了。耶！我们的辅导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恭喜你们拿到 offer 了。哇，是啊，真快，找到工作了。谢谢。只有五位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对，拿到 offer 的同学，感谢你们今天一天的录制。再见，同学们，江湖再见。拜拜拜拜，你们继续上课，拜拜，深造自己啊，好好学习啊，好好学习，好好上学，好好读书，拜拜，哎呦，好好学习，拜拜，世界太大，我要去哪？篮球、吉他全部一个，哪个厂家？再见过后，谁能抓住夏天尾巴？那些线条没有机会再去告诉他，爱这道题还没找到解答，就去成为你想成为那个大人啊，继续心智盎然跟世界交手啊，宇宙和生活都很大，去尽兴趣灿烂年华，你就是你。
比今天更年轻啊，渺小的梦就放肆做到无限大，就祝我们热烈自由顶峰相见啊，所有出发终将一一抵达，就去成为你想成为那